有金牌制作人之称的著名监制崔宝珠，上月初因肺癌离世，享年74岁，呢日喺九龙殡仪馆撤灵。崔宝珠曾经出品过《卧虎藏龙》《中南海保镖》《霍元甲》《功夫》《长江七号》等等的经典作品，同圈中不少人都合作过。成龙、李连杰、周星驰、邓超、张震等人呢日都送上花牌悼念。傍晚6点几，施南新、鲍喜正等人陆续到达，文章更加专程由上海赶到嚟香港送别。佢逗留咗一个几钟，大概喺晚上8点几嘅时候同朋友一齐离开。据悉，崔宝珠留医期间，冯德伦同埋李连杰等圈中朋友都有到医院探望。而周润发喺得知崔宝珠离世消息之后，都话会永远怀念佢。